我都做過年青人，我曾經何時都為自己爭取啲嘢咧，但方法就好有問題啦。而家你係損害香港嘅社會，你係去破壞一啲嘢。你有冇諗過所有你破壞嘢係由咩人去建立翻嚟？係上一輩子嘅人留翻落嚟，係嘛？所以我覺得暴力嘅行為，點解我同你政見唔一樣？你可以去打人，呢啲我係完全接受唔到。可以。你聽右邊，我们其实我们老百姓的话，就对政治这些肯定也不太了解，但是肯定都是一个中国，一个中国那是肯定的，这大家都知道的，就我们就，就是肯定。如果有那种，不合法的那种想搞，独立的那种，肯定我们都是坚决反对的。咁咧，因為咧，而家佢好需要人幫手啦。咁啊，出邊一個你知啦，而家個好似個線路比較差少少啦，因為始終都係對個飲食業都影響都幾大嘅，其實。我當時咁大嘅感覺係，我覺得點解警察咁辛苦去維繫住我哋香港嘅法治？喺我心目中，我覺得守護香港係靠警隊。如果冇咗警察，香港會變成一個咩嘅城市，咩嘅社會？咁但咁多人去反佢，咁我認識嘅警察係善良，係正義，所以我就行咗出嚟啦。但係改，我哋可以買得嚟。嗱，之前我哋好自由。This kind of shops will be attacked by some people. So we try to come to support all the shops that really care about Hong Kong and support police this day. 咩肉酸啊？你後邊側邊望去睇曬嘅，空間咯。小姐唔該，褪開少少，褪開少少。